我不要带走，不要带走。嗯。能再要一根吸管吗？第二根吸管五毛钱。第二根吸管五毛钱？哦，行行。吸管里面都是有收入的，配一个吸管配一个杯子。这个吸管和柜台都是纸的，应该塑料的吧？我这个的话，我们统一对门店这块并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，因为正常来说，咱们一杯饮品确实是只配一个吸管，如果额外需要的话，这个是跟门店协商，与门店回复为准的。因为确实它每个物料都有相关的这个成本，我们这边也会反馈至公司相关的部门，后续这块的话可以推出来其他更多的选项或者是其他的方案。